我们现在欢迎英戏的队服们的戏剧表演，给我掌声一下。哎，掌声大家听好不好？热烈一点，再大声一点，再大声一点。哎，干嘛无精打采的？不是啊，我跟你们说，能有住南树的吗？有嘛？对啊，跟你说，昨天那个南树哦，不知道是什么屎，牛屎还是什么屎，真是超臭的。而且南树里面还有牛叫声，我是要怎么睡呀？拜托，你讲什么话？你知道我们弥克夏九则，说不定就是因为那些牛啊。对啊，搞不好是你男生臭，还讲那些牛，阿雷娜你了。拜托，我室友吵死了，另外一个又很安静，然后那个吵一直来烦我，你们以后也会遇到。你要吃早餐吗？我们可以去吃福乐厚厚北之城学餐便利商店。不用，还是我外带回来给你啊。看你要吃蛋饼、烧饼、卷饼、巧克力吐司、花生吐司、法式吐司，还是煎饺萝卜糕？不用，不要烦我。我先去换衣服。哎，你要吃早餐吗？哦，不用了。好啦。哎呀，别这样嘛，搞不好是你的室友不甘寂寞啊。看他这样，八成交不到男朋友。我跟你们说，我的室友啊，根本不需要开口，我就已经被他臭的受不了了。他整天给我在房间抽烟呢。哎，可以不要在房间抽烟了。哥抽的不是烟，是寂寞。我看。哥说我是干话吧，给我一支烟，我就给你全世界。啊，少啰嗦，出去抽烟，我要睡觉了。这里有一包烟，抽完了，房间就是你的。把烟给我，不要，把烟给我，不要，把烟给我，把你手放开。手放开。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，把手机给我。不要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。哎，不是我，更不用跟你们讲，抽烟的人哦，真的是有够他妈一个鸡。没有啦，开玩笑，我开玩笑。没有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不要这样嘛，至少你们 A 班的课还不错吧？不错，我们早八是 Michael 课哎。我跟你讲，一大早就被 Michael 骂到臭头，真的是。Everyone, hand over your phones.Do I have to? Louder. Do I have to? I cannot hear you. Do I have to? If you cannot comply, leave the classroom. Everyone, get up. Sitting is killing yourself. Why are you late? Why are you late? Get out. Okay. Everyone, take out a piece of A4 paper. We are going to do a vocabulary exam.
Time's up. Hand over your papers. I said A4. Okay, class over. Bye-bye. Michael 课不错啊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耶。对啊，像他的圣经课，我就觉得还蛮实用的。没有，上了课我压力真的很大，对，绝对撑不过去学习。对啊，而且上完 Michael 课，我们接着上唯一的文法课，上次我跟他穿一样颜色的衣服，一直被他点。现在有可能的条件句吗？问我吗？现在有可能的条件句。那英文呢？Present real conditional。很好，那第22个单元呢？不知道。本课堂最注重的是。不知道的话就说不知道，很好，提早下课。知道吗？我上唯一的课都在睡觉。你再继续睡，期末背档就不理你哦。对啊，明年就和台下一起。哦，不对，没有跟别人，就跟明年的学弟妹在一起重修一年的文法课啊。啊，还有个古学长，他修4年的文法课哎。好了，不要说这些了，我们去放松一下吧。不然我们去跳个舞吧。走啊，跳个。喂，等一下，不对耶，这首歌不对耶。Get down tonight. It's always a good time. Slept in all my clothes like I didn't care. Hopped into a cab, take me anywhere. I'm in if you're down to get down tonight.